我第一面头前哦，我会当做我家己。啊，那安尼，你是安怎无把我当做查某人看待？哦，刚刚我比袂过迄方心宇哦。迄方心宇有诶，我倒一项无啊。哦，我知影，一定是方心宇兜比阮兜搁较有钱，对无？啊，毋过你娶伊以后，干阿嘛会当伫咧你丈母的边啊做一个奴才啊？哎呀，我来讲，我这人天生就是一个多情种。嗯。哦，我真正是无多，敢若对一个查某人失忠。哎，我是真正叫伊放心，因为如果无法多，我才会娶伊呢。你感情上哦，我真正毋是一个适合打这里的人。啊，你是我上好的朋友，我无想要失去你啊。啊，当然咱两个卖熟。我才无咧惊咧，我吼无需要你负什么责任啦，啊是担什么责任？我干那需要。一个爱我的人对我应的，哎，你真酒醉啊！啊，你明仔哦，那真心哦，你着学会多加讲话。我无啉酒醉，就算讲我啉酒醉，我嘛足清楚我今嘛讲的。我爱你陪我，赢啊！我干那要赢啊！因为我有足侪秘密要甲你讲。啊，你不是讲你无想要插伊？伊的代志我当然无想要插啊，啊，不过你看。甜的迄查甫，迄前景的袂使，前妈妈的囝婿，都是真正迄种人家有妈呀。当无趁这机会，甲修理一下，伤过无彩啊。你要修理你的前夫，安尼，唔就是会修理到 Robert？ 安尼真好，安尼更较好，打这个白白。常常在党的面头前啊，真正掠做伊是老大，常常甲你要化解啊，早就看伊食袂爽啊。你想要安怎做？Why?